大家好，赵老师这段时间去生了一个小宝宝，非常的健康可爱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明天就是 AP 考试了，大家一定一定不要紧张，你们已经学习了9年的中文了，你们的中文非常非常好，只要你把我们学过的单词 template 都记在脑子里。考试之前再复习一遍就没有问题了。希望你们都能顺利的通过 AP 考试。那我们在 Bridge 课上再见吧。好，我们明年见，拜拜，祝你们好运。记得一定要带 ID、Chromebook、电脑和 Charging Cord，就是充电线。如果你考试的时候没有电了，就没有办法考试喽。Nice.